口中的明星警察，三连搏击冠军，两届射击亚军，只可惜涉嫌放走通缉犯徐达夫，对吗？你们要是看见我们就同归于尽，谁他妈跟你同归于尽啊？我还想活着呢。东区分局重案特勤组，陈真。好不容易逃走了，干嘛要回来？炸弹马上就炸！说，马上就炸！喂，你跟我干嘛？走啊！来告诉我，需要一个机会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，就是现在，立刻。敌方启动了枯草计划，还让陈真的人质江湖一性。隧道再被炸，海港城就真的封城了。你答应我，帮我把小晴救出来。干什么？无聊的，我先走了，大哥。朱天雄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来不及又怎么样？你有在这里看着他们杀了一个孕妇吗？梁医生，拯救世界只需要付出代价。